般是饮酒啊，骑两车的。你饮酒了，开车就注意啊，你不要请朋友来摆酒啊，你懂吗？对对对。一位同行男性驾驶由前面撞到女生，左右摇晃，男生要发现不断。黄姓男子等三人骑乘机车，行经见状，与其发生争执，遂报警处理。经本分局民警到场处理，发现同党有酒容酒味且情绪激动，并当场推倒黄男子机车，并拒绝酒测。本分局民警现场将该男上铐保护管束。